下面请您欣赏学外语，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哎呦，大家太热情了。哎，我们很少有机会啊来到这里演出，但是看见一楼、二楼、三楼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呢，打心眼里边特别的高兴。哎呦，还很激动。各位朋友，大家好。哎呀，您各位啊，真捧场，听了四段相声了，您不觉得累？哎，为什么呢？这就是郭老师、于老师艺术的魅力，欢乐的海洋啊！哎，您爱听他们说相声，不光您爱听，我们也爱听。是啊，拿我来说吧，早早的换好了服装。在后边就欣赏二位老师的艺术，也是学习。郭老师不光说得好，而且唱得还好。对，您听他那嗓子多高啊！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哪句？矬老婆高声嘛，是吧？这话搁这儿，就他个矮，声音高。嗯啊，这个郭老师和于老师啊，都是中国相声界不可多得的优秀演员，天赋好。俩人不光是好搭档，还怎么着？还是好朋友。对，啊，关系特别近。嗯，你想他俩的关系近到什么程度啊？各位苏州朋友不一定知道。您介绍介绍。郭德纲、于谦他俩互为干爹。啊，这朋友、就是。您先等会儿吧。嗯，什么叫互为干爹？这都不懂吗？互为干爹，比如说吧，我是你干爹。你是我干儿，啊，然后呢？这叫互为呀、啊，这叫。不，他们俩是互为，咱是单方面。咱俩没方面。是吗？反正说，就是说，郭德纲是于谦的干爹。不，于谦是。您介绍这不对。反正有这么回事儿。我给您说说啊。您更正。是郭先生的徒弟。是于谦的干爹。是你干爹。没有我这里。管于老师叫干爹。郭老师的徒弟们管于谦老师叫干爹。对，于老师也有徒弟。于老师的徒弟管郭先生叫干爹。哦，这么互相的。他说这对。嗯，我在后台就听见过郭老师的徒弟，比如说吧，郎鹤炎、孟鹤堂、张鹤伦，还有你，见着于老师不叫于大爷，叫干爹，显着关系近，就是这辈分。于谦的徒弟管郭德纲叫干爹。嗯，比如郭麒麟呢、啊、什么郭汾阳啊，行，那是亲爹，叫我吗？叫谁叫？就他拜完于谦这边就变干爹了，没听说过，不是这么回事啊。哎，反正证明他俩人关系特别密切。对，郭老师不光是一个相声的好演员，还是一个相声的好作家。哦，写了不少好相声啊。郭老师这些年呢叫笔耕不辍，嗯，写了很多优秀作品，他和他的徒弟们都在演。另外来说呢，还是个相声教育家啊。郭老师的徒弟特别多，啊，他就是郭老师徒弟。对，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是郭德纲老师的爱徒。哎呀，惭愧了。那倒是，是吧？这个我用你帮我客气，您不是谦虚，我不顺着您说吗？哎，一点都不客气。他是郭德纲的爱徒，嗯、郭老师徒弟很多，120多个。对，爱徒有限，才117个。基本上都是爱徒。哎，不爱能收为徒弟吗？哎，给自己添堵。图什么呀？哎，你是郭老师最喜欢的徒弟。嗯，在德云社位置也很高，可以说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呵，德云社的定海神龟，是吧？在北京。神龟。对呀、啊，这词儿叫定海神针。那我说错了，我记得有个什么神龟。忍者神龟。啊，您是忍者神龟。你才忍者神龟，你不在这自我介绍。您想说的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哎，孙悟空的金箍棒。嚯、哦，定海神针，要大就能大，要小就能小，这是咱们特点。说的就是你。哎，他在德云社的位置举足轻重。嚯、哦，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一人之上。一共我们就仨人。仨人干嘛？300多人。哎。一人之下是您在郭老师领导之下，嗯，一人之上是其他那好几百的相声艺人都在你之上。我听我还是最后一个。不，口误，有点激动。
你在他们之上啊，你管着他们。哼啊，这是德云社最了不起的人物，最了不起。他师父他师娘有点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我们爱聊天。他师娘是天津人，爱徒过来，一喊爱徒，别的徒弟不敢过来，他舔着脸过来了。师娘什么事儿啊？什么叫舔着脸？爱徒过来，你说我跟你师父现在这情况还要三太吗？家务事也跟我说呀，表示尊重你。没听说大事小情反正都离不开你。他在他师父家住，那个是学徒的时候，这叫入室抢劫。对啊，别抢劫呀，入室盗窃。入室弟子，入室弟子某某某，哎，说的就是你。在郭老师家住的徒弟啊，虽然不止他一个啊，但也没有那么多。嗯，不是120多个都在家住。好，成旅店了。住不过来。他在师父家住，住多长时间？住了3年半。您听听，在师父家住3年半，后来呢就不让住了。嗯，因为师父家里东西越来越少了。我还是盗窃，人家自己卖的，把扇子都偷走了，是不是？反正就是他在他师父面前呀，非常有人缘，很有威信。哎，他有的师父威信。您说发的微信呢？就那个，不是都有吗？那不，您有吗？哎，有有，你那师兄弟就没有郭老师微信的？嗯，那不新鲜。是郭老师徒弟也太多，云鹤九霄云外，他们排字儿，您知道吗？我们都飞出去了，飞出去了。我们叫云鹤九霄，云鹤九霄，哎，龙腾四海。对，郭德纲老师八科弟子，云字儿呢，大伙儿竟比较熟悉的，嗯，岳云鹏啊，孔云龙啊。还有一个叫，你是云字吗？对，你叫什么？栾云平。栾云平啊，陶云胜啊，还有一个叫烧饼。烧饼也好，也是云字的，嗯，他的艺名叫烧云饼。那好听吗？这名字？没说好不好听，就说他的名字。嗯，他就叫这个。人叫朱云峰。朱云峰。对，这是艺名吗？哎，是。哦，那他原名呢？原名叫朱建峰。您听这名字多好。嗯，朱建峰怎么好？就证明这孩子小时候长得特别漂亮啊。朱见了都疯了，啊，攀登珠峰了，是吧？朱个胆小。哎，朱云峰、陶云胜啊，这都是郭老师云字的徒弟。嗯，鹤字的大伙儿更熟悉了啊。孟鹤堂、张鹤伦、郎鹤炎、曹鹤阳，你看严鹤祥对吗？鹤顶红是吧？毒药鹤字、九字的、肖字的。慢慢都成长起来了。嗯，这些个人当中，由于你最有代表性。哎呦，啊，他这个名字也好记。嗯，栾云平就是我。是您吗？哎，啊，这个三个字搁在一块儿，优良组合，好听，好听，还有意义。这意义在哪儿？你看这个栾呢，这是那个姓栾那个栾。哎，对，姓氏云，云就是那个云平那个云。平呢？平就是栾云平的平，没解释一样。就说您啊，说相声说的，你师父希望你平步青云，呵，哎，越来越好。嗯，没辜负他的希望吧？是吗？你辜负郭老师希望了吗？哎呦，不，我还是慢慢努力。对，你这每个人都应该努力。郭德纲老师这么优秀了，人家还在努力呢。嗯，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对，对吧？他这个人天资条件也不错，是，除了脑子慢点，没别的毛病。因为什么呢？这是天生的。不是，他怨我，你知道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怨我呀，没好好的鼓励你。去，鼓励你，你好好进步。我脑子一点都不慢。不承认。嗯，不承认啊。啊，承认不承认？我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哎，以后好好努力啊，行吗？对对。哎，这个人呢，在后台来说，哎，外号叫小机灵，行吗？还可以。脑子快吗？快。那就行，说相声的呀就得脑子快一点，口齿得清楚一点。哎，对，看过的书得多一点，另外呢还得有点学问。嗯嗯，您反应怎么样？我反应也快啊。反应快吗？啊，眼神呢？眼神没问题啊。哎，这儿起一不是，去，我随着看你随着动。反应慢。哎，不，考考你。嗯，问什么说什么啊。姓什么？栾。反应够快的。那是，今年47了，知道自个儿姓栾了。谁47呀？你我夸您这反应。你问我姓什么，告诉你姓什么就完了。哎，
这么打可不行。嗯，咱既然到了苏州体育馆了，咱来一回刺激的。什么刺激？叫所答非所问。不懂。我说一个问题，你回答的时候跟这问题别有关系，算你对了。嗯，一有关系就算你错了。是吗？比如问你，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没吃也不行啊。有关系。我不吃。不吃也更不行。不饿。不对，一会儿再吃。别说了，我减肥呢。就到这儿吧。问你吃饭了吗？你说吃了，没吃，不饿，减肥，都跟吃饭这话题有关系。哦，有关系就算错，没关系才算对。那应该怎么答呀？比如说我问你，你吃饭了吗？我怎么说？你说我有痔疮，多恶心。有关系吗？没关系。哎，没关系就算对了。是吗？有关系就算错。哦，可以吗？好好好，咱也不用很多问题啊。嗯，五道题。咱试试。哎，五个题之内你要是都没关系没说上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算他脑子聪明了。行，要有一点有联系的算你脑子笨。您盯着我点。哎，各位朋友您听着啊，啊，有关系一联系上了您给他鼓鼓掌、啊、证明他脑子慢。好好，开始了啊。哎，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你有痔疮吗？哎，我新买把扇子。你那扇子在哪儿呢？我第四次来苏州。这是几个问题了？三个呀。哎等啊，这就是脑子慢，你知道吗？什么脑子慢？哎，观众朋友鼓掌了，你脑子挨上了。哪儿挨上了？你看这是几个问题了？三个呀。这不挨上了吗？哦，这也算一题呀、啊、这是第四题啊。一共几个题啊？说五个。五个到五个了吗？没有。没到五个都算数啊。哟，承认不承认？那我没留神。哦，我没留神。留神呢？留神我错不了。留神你也得挨上。这回我得精力集中了吧。精神集中啊。嗯，别想别的了啊。哎，开始。叫什么名字？灯泡还真亮。今天星期几？三个话筒。你那扇子找着了吗？新买双鞋。几个问题了？ Thank you very much。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这不乱吗？这不脑子太慢呢。哎呀，这都是冷不丁净问这个。这回承认不承认？不能承认。还是不承认。哎啊，慢慢锻炼吧。嗯，慢慢锻炼。 你慢慢努力吧。嗯，说相声的脑子就是得快点。哎，要不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你完成不了。对啊，刚才这个郭老师给您展示了，嗯，说学逗唱的唱叫太平歌词。是，其实还有一门也是说学逗唱的唱。这什么呢？叫数来宝。哎呦，这也好听。哎，数来宝跟太平歌词有区别。嗯，太平歌词有旋律。哦，有腔有调。数来宝没有旋律。嗯，但是有板有眼有节奏。哦，相当高的艺术性。哎，后来呢就发展成为快板和快板书。是，也是风靡全国。嚯，非常有意思。哦，来到苏州了，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您又高兴。我想给大家唱一段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啊？好，这个真的，我也是突发奇想啊。真的啊，我都得给您鼓鼓掌。为什么呢？我们德云社唱这快板快板书的啊，还就是这个高峰老师。说的是我。原来有三位。那两位呢？都死了。都死了。他的意思是为了突出我。对，那两位都是他给掐死的。哎，他一会儿我也掐死。哎，咱就是说我吧，给您唱上一段。嗯啊，你也别闲着。我伴舞。伴舞也可以啊，因为快板啊分为风格流派。对，你在这儿啊连给大家普及普及。哦，你连猜一猜。行，好吧。伴舞的时间是来不及了。既然说唱快板呢，就得有伴奏的乐器。还有乐器。还有乐器，看德行。学我干嘛？你没见过，拿起来之后观众就得鼓掌。你不信你看着啊。嘿，谢谢朋友们啊。还真有鼓掌的。这叫七块竹板。嗯，拿它伴奏给您唱一段快板啊。啊，
还真是好板。来，您唱吧。他们照相呢。谁照相？人家人家自拍呢，都是自拍吗？都是自拍。哎呦，太尴尬了。那就我给您正式的跟演唱一段啊。哎，你听这是哪段啊？嗯。说星期天，我到郊区，看见了一个蝈蝈，一个蛐蛐啊，他俩在那儿吹牛皮。行了，这个蛐蛐说：“哎呦，我在南山一口吃了一只斑斓虎。”呵，这个蝈蝈说：“在北山呢，我一口吃了三头骆驼，两匹驴。”行了，别吃了，别干嘛？这小段儿，问你是哪段儿？这就是啊，说大话吹牛皮哦，一个蝈蝈一蛐蛐，最后得我也喂了鸡，就这么一小段儿。哟呵，是啊，行啊你啊，这都没有什么派不派。这段谁教给你的？嗯，听你父亲唱过吧？你这叫什么话呀？就是说这你都会，这我压箱底儿的。这破段子压箱底儿，这你都会？哎呦我这头一个都换一段。张万年有这录像的。对，我给换一段啊，换一段他没录像的啊，听这个啊啊啊，跟才刚那个不一样了啊，还才刚了。听这个，21岁的小寡妇，小段，少姓没神儿，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握着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平，过了门的，像话，有这段儿？什么叫死了那个栾云平儿？这不词儿吗？不是正字是死了那个当家人儿，当家人就栾云平，没听说过是吧？这段啊也是个小段，这是哪段？这是王凤山老先生的一个小代表作了，对对对，叫《小寡妇上坟》。哎，寡妇啊，谁？就是你连这段都知道？哎，我也不能歧视你了啊。本来别，我正式我来一个我最近挖掘出来的新整理的传统节目啊，但是我挖掘出来的，是吗？全世界目前就我一个人还会的。嚯啊！你听这个，那我真得向你学学了。另一个风格流派了啊？是吗？注意听着啊！哎。这个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住，还唱十的名医啊，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他是本姓孙，这个七龙跨虎手捻针呢、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这个一道高啊，32岁这个保当朝，正宫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啊，两针治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这个亲身选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啊，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啊，万般可是出在了无忌奈，亲赐一件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英豪，这个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轮边功劳大，我主万岁你瞧不着，就凭那小姐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了娘家的病啊，我主就赐大黄袍，革职为民臣我不要啊，黄袍的事情我不饶，他说着脑来倒这个怒啊，手提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这个压药碾，一边摆着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啊亮堂堂啊，各种草药泥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和狗宝啊，后炸槟榔与麝香，乳香墨叶是姐俩，这个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搂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
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哥叫汪汪，九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儿，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他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这个小苏丸，旁的海滴溜溜的圆，这个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这个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了，这就是同仁堂的一个小段，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福寿双全，简直是没皮没脸。这段你就不知道？我还不知道。知道你没说，你不都唱出来了吗？哪段？同仁堂。哎呦，这我刚挖掘的。你挖掘的？对，新整理的。那抖音上的于谦不都唱臭了？于老师唱过啊，他是我徒弟，跟我学的。谁徒弟？是吧？哎呦，这个您都知道。哎呦，知道啊，你也别自杀。我不，就咱自杀，就你也别骄傲。嗯，这个呢是通过这种形式跟大家聊一聊，聊聊天。哎，这个数来宝啊，快板啊，快板书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必修课。哎，都得能唱两句，嗯，都得会打两下。哼，啊，这个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这是传统。嗯，说相声的讲究什么，知道吗？您说，传统与现代。对，传统完了，还得有现代，跟时代得接上轨。哎，得出新。哎，对，您说的对。嗯，得出国。是啊，这一 我什么时候说出国了？您不刚冲那边得出国？您说的出新品，出新。哎，得出新。对，出新也对。嗯，那不是头些日子咱还出新的吗？什么意思？就是出国上新加坡。那叫新加坡。新加坡去没去？去了。国外演出跟着郭老师啊，到海外叫寻求演出，你知道吗？那叫巡回演出。巡回演出都在海外。嗯，到国外演出啊也有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剧场里边都是华人。对，用普通话可以交流。嗯，你要到大街上竟是外国人啊，到外国人的堆里头，你要再说普通话人家不一定懂哦，所以说出国之前都得学点外语。外国可不外国人多。对，您对外语熟悉吗？我不太行。不太行啊，没关系，碰上我了。嗯，今天我呀进行一个免费教学。您会外语？我当然不会了。那教学什么呢？咱不会能教学吗？就是我会啊，我教给你外国话。嗯，你的英语基础薄弱吗？英语很薄弱。特别薄弱？对，一点都不会。不会？那就好办了。你要骗我？不是，你不会，我教基础的我容易啊。哦，我先考考你啊。你什么？我先考考你，看你会多少。我就是基本都不会。不，没关系啊，你有时候你谦虚。上学时候没好好学英语啊。你好怎么说？这我知道。说 Hello。 你看看这怎么能说一点都不会呢？还有一种说法，你好 Hi。 你看这个会俩词儿，你看。哦，这就是俩词儿。拜拜怎么说？拜拜啊，英语的拜拜怎么说？拜拜，拜拜不就是英语吗？哎，对呀，什么意思？再见。你看中英互译它都行，你看。哎呦，仨词儿了啊，我都能报班了我。哎，苹果，苹果 ，apple， 可以有两下子。香蕉 ，banana， 嘿，你看看，橙子。Orange， 对，呵，真有两下子。桃儿，完了，不会了，这是第一课啊！哦、告诉你啊，咱学习。桃叫郭德纲，跟我这起哄。桃头，桃头。那不，嗯，没听说。让你放松。桃啊，英语发音，桃叫吃屁 ，peach。怎么这里还有吃屁？不是，英语竟是倒装，我给装反了。哈哈 ，peach。哎，行。发音比较准确。嗯，冰箱，说呀。不会，我不会，不会，您说出来，我巧蒙眼，我看不见动作。冰箱啊，冰箱叫 fridge，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哇，有点叠动啊。啊，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don't worry， fridge， follow me。 嗯， fridge，Take it easy. Fridge. 哎呦。Louder. Fridge. 老师您刚才说这哪个是冰箱啊？
都乱了，我这你呀、啊，你太废物了，你我说这么些遍了，你没听明白吗？栾平心都乱了。再来，再来啊 ，fridge， 别说话了啊，哎 ，fridge， 你怎么你有点慢撒气似的？再来一遍 ，fridge， 哎，行，有两下子 ，fridge， 这是冰箱。还有一种说法，嗯，还有种说法，八开门的，您注意啊，八开门冰箱，八开门的冰箱，您这是太平间的冰箱吗？你看，刚出来一天就想家了，你看，我住那儿，多功能大冰箱啊，同义词嘛，那汉语冰箱、电冰箱、电冰柜、冰柜，都是这个啊、哦，对吧？哎，但是冰箱跟冰柜还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制冷的，它有外观上有区别。好多朋友分不清楚什么叫冰箱啊，怎么叫冰柜啊，分不明白。我告诉您两句口诀，您就分清楚了。您记住了啊，长得像柜子一样那个叫冰箱，长得像箱子一样那个叫冰柜，它是反着叫的。长得像柜子那个那叫冰箱，冰箱长得像箱子那个呢，嗯，叫冰柜，叫冰柜。没有您这个口诀之前吧，啊，我能分清，我一告诉您这秘诀呢，我连冰棍儿都不认识。哦，那还按原来那方法记吧，好吧？啊、我是怕您乱了。冰箱另外一种说法叫 refrigerator， 这一听就是八开门。Please read after me。你不别铺你还铺 refrigerator， 听 refrigerator。重音不好 ，refrigerator。重音搁哪儿？重音搁第二个音节上 ，refrigerator。这有点那个什么，心律不齐那感觉。哎呦，那我行，你记住这就行了啊。嗯。这就说明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还是有区别。这能说明哪有区别？你看刚才这就是美式发音，哦，叫 refrigerator。refrigerator。哎，儿化音。哦。英音呢？声音比较靠后，嗯，没有儿化音。英音说这个词都这样说啊，声音在这儿呢，叫 refrigerator， 在后边，不一样，假，它不一样。您是大师，您是。哎呀，您别客气，大侠，它有点区别啊。哎，它这个英式英语，它英语英语，它不叫美语呢，对，它叫英语，叫英语。英国人穿上西服，拿着这个一讲，它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有意思，有意思。它这是白的，好比这有一溜词儿啊，啊，好比有词儿啊，讲起来都是这样的。Hello， 好比这有词儿啊。你行行行，说吧。Hello everybod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乡亲们。行行行行。My name is Lucy。哎，好好 ，Lucy。嗯。嘟，暂停。干嘛？你打篮球来了？不是，你这是怎么还有乡亲们？什么意思？乡亲们呢，就跟我原来是一个村的，后来呢，我到城里发展，卖豆腐啊，卖牛奶。我呀，没让你解词。你不问什么叫乡亲们吗？对呀、啊。啊，你这外国话里边怎么出来乡亲们了？您那意思，这个中文演讲这儿怎么出来一个这个乡亲们啊？说错了。对，说错行吗？你掐死我。啊，对嘛，这说错了嘛。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嗯、，Lady L A D Y， 女士，复数就把 Y 去掉，变成 I E S， 就是一帮老娘们儿。哎呦，什么语言呀、啊？女同志嘛，嗯、老爷们、老娘们，这正常嘛、啊？这是英语，英语能记多少记多少吧。Refrigerator 啊，行 ，fridge， 哎 ，peach， 这就没白来。仨。学仨词儿就没白来，没白活呀、啊！我再教你点别的。嗯，我说的最拿手的不是英语，这是法国话。法国话，你想说法国话吧？咱俩说的一样。哪儿一样？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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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对，法语。对吧，你非让我说简称法语，因为我去过法国，嗯，法国首都巴西，我在那儿待了半年，脑袋都乱了。对，嗯，巴西干嘛？巴西是法国首都，巴西是巴西，法国是法国，这是两个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巴黎是译音，法语的发音叫巴黎。哦，你去过法国？哦，真是的，巴黎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嗯，有一个塔，大雁塔，啊，我在那儿。大雁塔在西安，这体育馆禁止吸烟，
吸烟请到外面去。谁要吸烟了？你不说要吸烟吗？不，那塔叫什么塔？那大雁塔。我在那法国那塔。法国大雁塔。我去，叫埃及金字塔。对，接下茬，埃及金字塔。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对对，你看来你去过。加一百块钱。原来我在那个巴黎的时候，我就住铁塔区。有这个区吗？当然有了，你大雁塔就在西安市雁塔区，你高德你搜去啊。高德在雁塔区，我这不在铁塔区吗？你真是，原来我住巴黎圣母院，住母院区，后来我搬铁塔区来了。你应该住的母猪区去。没有这区，母猪区干嘛呀？反正我就住那儿啊，我在那儿生活半年多。嗯，回国之后那天早晨起来，我就回忆呀、啊、在巴黎生活，我写了一个法语的小品文，好，叫《巴黎的早晨》。哎呦，这句话说英文呢叫 The Morning in Paris， 嗯，就是我回忆巴黎的生活。嘿，哎，法语写的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我给你讲一讲。今天机会就不错。今儿什么机会？哎，您多少长时间没到苏州了？还真是，是不是？对对对。哎，您就上通州了啊？通州。您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我连通州都没去过。对，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我这法语啊。说不了，说不了。怎么说不了？当然说不了。你看，朋友们一个欢迎的都没有，你怎么？整个一臭皮囊，有点害羞了啊！哎呀，你死！有点害羞了。嗯、那既然观众们强烈要求吧，老一强烈要求，你强烈要求吧。啊啊！我给大伙说一说。背诵背诵。如果说您要是懂法语的朋友啊，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您千万别管啊。你人懂，你说错了不让人管。开始了啊！嗯、朋友说 ：“Good morning， 还是听我不好发音。”哟 ，Where the morning bin had a doof some you to buy？ 真软和。For you, good morning， 端上我们拿的冰在喊着 ，See my the bin， 我就是我，啥说不来 ，You to prefer the Dutch。谢谢朋友们，完了啊！这是第一段，后边还有7000多段。好家伙，您比三国还长。就不都给您背了啊？他这法语说的跟闹耗子似的。什么叫法语？他就是你听得懂吗？先说听不懂。哎，听不懂那就对了。哦，您教教我这法语怎么样？从基础，从字母学吗？我就从你这个学，从这儿学。对啊，行。头一句啊，啊 ，How is your good morning？ 绝对法语。How is your good morning？ 抖机灵。Good morning 是英语。哎、How is your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哎。你再慢一点说，慢点啊。How is your good morning？ 慢了吧？我还是听着像 good morning。你再慢一点。How is your good morning？ 再慢一些。再慢一些，法国人就听不懂了。什么意思？你就连不上。你再慢。再慢，注意听啊，朋友们，如果不忙你，您这是法语吗？法语啊。同志，如果不忙你，朋友。朋友如果不忙，就是人家要是不忙，我给您说两句法语、啊、人挺忙的，我给人说法语啊，后边是法语，我们听法语。还是听过包括法语，像不像？像不像？像不像法国人说的一样？哦，还是听过包括法语。你慢慢点吧。还是听过包括法语。法，再慢。还是听过包括法语。你们再慢慢吧。还是听我把话发呀。还是听我把话发，发话用法语。咱这法语在哪儿呢？我这没能别用 le doof， le doof， the important word le doof。我这没能别用 le doof， 再慢点吧。我这没能别用 le doof， 什么豆？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对，嗯，后边呢？烧饼油条 by， 烧饼油条我已经听出来了。by 什么意思？在那儿摆着。哦，那儿摆着。烧饼油条 by 后边呢 ？For you 很 morning。For you 很 morning。再慢呢 ？For you 很 morning。不行，服务员是很忙的。服务员还急了，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嗯，仨烧不了油条啊。最后一句吃完了，盘碗都拿去吧。连着说呢，跟法语一样。我们听听。朋友如果不摸你，还是听我包括法语。我说的没你别喝了肚子烧饼有点饱。哎，朋友很摸你，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仨烧不了油条，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这。